来了。哇，刚好抓到，进去了，插嘴。手工，飞了，飞了！来，又飞，哇，不起。边缘，快八点，刚喂完，公母鸟就出去。等一下看能不能抓东西，不过算了，我下午再来。再来，东西就收了，好，那个大哥就。在那边飞，我不，今天不想拍你们，下午再来。哦，还有的问题是，太阳再等下去，如果太阳出来亮大，那个太阳大一点的话，背光也不好拍，所以我选择放弃。下午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再过来。今天已经看到雏鸟头了。